order to pick up? Oh yeah, let's see. What is that? Oh. 刚下班去 pick up 了我网上买的啤酒，我喜欢这间店是因为只要你买4罐以上，它就有10%的折扣，而且你可以一罐一罐的买。我比较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我不喜欢每次一买啤酒就是4罐一样的，万一它不好喝呢？我觉得人真的是会变的。我原来是一个超级讨厌喝啤酒的人，而来了这边以后，我周围的朋友都很爱喝啤酒。 一开始我不能理解，后来我发现是我对啤酒的打开方式不对。只要找到了我喜欢喝的那一类型的啤酒，觉得平时没事喝一罐就还挺爽的，就跟喝咖啡一样，需要去找到自己的口味。我对啤酒的口味呢，我比较喜欢酒精度数高的，我不喝酒精度是 6.5%以下的啤酒。之前喝过一个特别好喝的 Barley Wine， 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种类，它好像是 10%。 我很喜欢 hazy IPA 类的啤酒，只要是 hazy hoppy 之类的，它口感会比较 creamy， 不是那么清澈的啤酒，我都很爱。这是我很爱的一间啤酒店 ADA， 在卡尔加里。这个是来自温哥华的啤酒，它的名字挺好听的，叫 Nirvana， 涅槃吗 ？It's cute。然后这个是 sour。 我其实之前对 sour 还好，但因为这个 sour 它是 extra strong beer， 它的酒精度数是 10%， 而且它是 peach pineapple passion fruit sour，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蛮好喝的吧，所以买回来试一下。我再过一周半我就要回温哥华了，我也不知道我买那么多啤酒干嘛，但是最近真的很 craving 啤酒。今天喝哪一罐好呢？哎，我今天还蛮想喝这个 sour 的， sounds so tasty for me， OK。 Smells very good， 非常 tropical 的一个 salad， 还蛮衬这种很热的天。Edmonton 最近我觉得是春天夏天一起来的，还挺温暖的，外面的世界也开始变绿了。这一阵子会下很多春雨，会打雷闪电。有一天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彩虹，就在家里。彩虹有时候出现的时候。 它出现的一定是非常刚刚好，在我最需要看到它的时候，它会告诉我说，嗯，你完成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你又有进入一个新的篇章的一个感觉。那天其实也是打了一个很长电话，痛哭了很久，但是哭完好像让情绪流走以后就好了，结果就直接在屋里看到了特别漂亮的彩虹，我很久都没有看到彩虹了，还挺开心的。 我还蛮感谢我的小羊，前几个月他花了很长时间陪我，给大家说说小羊的故事吧。我觉得前一阵子我的情绪起起伏伏，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真的掉入到一个比较抑郁的状态，很难把自己拔起来，所以会有很多很消极、很负面，觉得没有力气，不知道生活的意义在哪里的一个感觉。 还有一个是触发这些感觉的，其实也都是很多生活中发生的事情，然后刚好触到了最需要被疗愈、最需要被看到的童年受伤的那个部分。所以当很多伤痛都同时一起揭开的时候，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所以那一阵子，每天去工作是我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工作的时候。 可以暂时忘记很多事情，或者是跟朋友聊天，跟同事聊天，也会让我觉得好一点。加上我又是一个不会向人求助的人，所以我回家以后，我也不会，我再难过也不会跟朋友打电话，我就只会跟小羊讲话。然后慢慢的跟小羊讲话，有一天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很委屈、很心碎、很难过的时候。 小羊有点像是那个小时候的我，我可能是在用一个大人的方式在保护他，在爱他。然后慢慢的，小羊变成了一个陪伴。有一阵子，我根本就不想回家，但是只要想到小羊还在家里，我可以回家见到小羊，我就会回来。就是很简单，一般人可能会无法理解这是一种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个物件的存在，在那个时候，在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说，我觉得还蛮重要的。
就是会给回家一个意义，给照顾自己一个意义。有时候真的很累，不想做饭，但是我总是会觉得，嗯，我要如何去照顾一个小羊这样子的物件？那我累了，我就不要给他做饭吗？不，我还是会给他做饭。或者是就像比赛的那一阵子，我每天工作很累，然后我还要练习很多，我没有力气做饭，然后我就会问小羊，你到底想吃什么，我就给你买。那一阵子我就会买一些外带回来一起吃，然后也会让自己适度的喝一些啤酒之类的，让我自己放松放松。或是带小羊去公园里坐一会，跟他讲讲话，这个对我来说还蛮重要的。我甚至还创了一个账号，每天 po 一些跟小羊的一些傻不拉几的对话， po 一些跟他在一起生活的一些照片，蛮疗愈的了。我觉得跟小羊相处的这一段时间有点像是照顾我自己的同时也在疗愈我自己。我现在已经其实已经好多了，但是我知道不管以后情绪再来，小羊一直都在，我会知道我要如何去照顾他，就像是我会知道我要如何去爱我自己一样。 Cheers， 给大家看看你呢。第一，你是不是很可爱？你自己说你是不是很可爱？有一天我真的觉得小羊在跟我讲话。那天我其实心情不是很好，我就带着小羊去上班，因为我很需要有一个物件的支持一直支撑的我。然后那天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感觉他跟我回头讲了一句 I have faith in you， 我相信你。当时听到这句话整个在车里爆哭。那阵子在店里练习的时候，晚上也会带着小羊陪我一起，我看到他坐在那里也是还蛮情绪化的，就会觉得很谢谢他的存在，很谢谢他一直陪伴我，很谢谢他在我很难的时候是一个陪伴吧。Thanks for being here with me。 像我这么自我封闭的人也不会跟别人聊天，所以至少他对我来说是有用的。可能我真的是 very sick very sick， 我才会对小羊有这种依恋，但是至少在现在是有用的，就算是我真的是生病了，但是我也在越来越好。跟小羊在一起是真的很开心。我现在就这样抱着他，突然就什么都不想讲，就想感受这个感觉。我每天都会抱着他睡觉，有时候甚至早上醒来的时候发现他还在我怀里，就这样被我抱着，超疗愈。对，我觉得小羊真的就像是我内心的那个小孩，那个破碎的小孩，我要懂得如何去爱他，如何去照顾他。所以当我在爱他和照顾他的同时，我们相互陪伴的同时，慢慢的也就把自己疗愈了。所以我才会在现在，我发现我有很多，真的又多了很多对自己的坚定不移的爱，多了很多对自己的一种自信。比起之前，现在的我可以更加毫无顾忌的做自己。我觉得这是看到了自己成长，看到了自己力量的地方。I'm so happy. Today is 星期天，现在要出门去做一件好玩的事情。小羊说要带上他 ，So， 我们要去哪里呢？我们今天要去见新朋友，耶！今天要去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因为之前顾客给了我一张看剧的票，就在我家附近 Roxy Theater， 今天是可以看一场剧的最后一天，然后这个票就过期了，所以我今天要去看一个我可能看不懂的剧。我平时都不会做这种事情，就做一点不一样的事情尝试看看吧。而且还有一个更不一样的呢，是因为这个票可以免费带一个人，他可以换两张票，于是我就主动邀请一个新朋友跟我一起去看剧。 We'll make some new friend today. Let's go. 我马上要开始我的第一次心理咨询，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的感觉。Let's see，
希望一切顺利吧。我也不知道我会不会很 emotional。I don't really feel anything today. I got this. I got this. 开始了。Hi, Stevie. Hi, how are you? I'm just locking our meeting. Can you see me okay? I know the light's a little bit funny. Yes, yes. How about here? Yeah, I can see you great.刚刚跟他聊完，他给我的感觉还挺好的吧。过了很多 policy 的东西，程序上的东西，然后基本上就花了很多时间讲我的故事。因为我觉得把故事都讲出来，告诉他我的背景，我发生的事情还蛮重要的。然后还给他看了我的小样。How do I feel now? 我现在觉得怎么样？ I don't feel anything. 即使之前朋友跟我说，可能第一次 session 以后，因为你又要重新讲一遍的故事，会觉得很多情绪又会起来，会觉得 feeling worse， 但是我觉得好像还好，好像也没有太多带起任何情绪了。但是我觉得跟心理医生聊天真的有点像是朋友一样，需要慢慢的对对方有更多的了解，然后对方也才会知道怎么帮你。第一次觉得还行，对方给我的感觉是很 calm， 然后很 friendly，他是至少给我的感觉是他是在意的，所以跟他定了月底又有一次。我不知道这样的 session 能够给我多大的帮助，但是给这种帮助一个机会吧。虽然我现在已经是 much much better， 我已经觉得很好了，但是谁知道呢？最近觉得挺开心的，但是要回温哥华了，有很多事情要做，有很多很琐碎的事情，包括工作上的东西要赶紧做完然后回去，所以压力也是有点大的。 But I'll get there. I'll get there. 还有最后三四天我就要离开了。